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世界风之韩国印象》，我是庄燕。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陈岚将毕生巧手厨娘，学做地道的美食，品尝到八种不同颜色的韩国烤肉。然后他将只身一人潜入韩国最大的艺人公司 SM， 还会巧遇风靡亚洲的 Super Junior。 最厉害的是，他竟然为自己在韩国找到了一位大牌的导游。这就是韩国第一的厨神。本期韩国印象，韩国料理界厨神金秀珍女士厨艺揭秘，主持人的首尔求学之路仍在继续。探访韩国 SM 娱乐公司神秘嘉宾首次登场。你好，先生，我还是知道哪里好玩的。对啊，太好了，我终于开始我这个导游了。你想了解 Super Junior 的幕后趣闻吗？韩国印象正在播出。随着大家好，我是 Super Junior 队长 Little。 네안녕하세요최준입니다。大家好，我是林浩。네여러분광고후에도많은시청부탁드릴게요。돈타시계만큼。您觉得我怎么样？如果说做一个韩流明星的话，工作有心。陈岚可没轻易服输，为了实现她的明星梦，可是做了不少的功课啊。首先在形象上有所突破，然后力求完美，最后遍访名师展现才艺，而他的认真和坚持也终于为自己迎来了一线转机。我是不是他会成功吗？本期新年三月五一，师兄从韩国最棒的街舞教练。按照当时的约定，陈岚来到了金央成老师的舞蹈教室。练就这一身本领，然后就可以来韩国做艺人了。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地方？그러면은SM 엔터테인먼트한번가보시겠어요？就是那个宝儿，还有 Super Junior 的 SM， 就是这里的。大师兄，你带我以后功成名就之后，带你一起出名。Fighting！ 那我就去找 SM。Fighting！寻找韩国最具名的娱乐公司。在哪里？啊，这是 SM 公司在哪里 ？SM。是超路吗？啊，고맙습니다，就在前面。应该就是这里了。一个小时之后，陈岚终于找到了位于首尔江南区的韩国 SM 娱乐公司。哦，是指纹锁，我进不去。指纹锁，我进不去。去后门看看。没想到啊，没想到小小的指纹锁竟然挡了我的道。去后门碰碰运气吧。我是进 SM 的，我是来就是我想在这里做。여기아무나들어오면안돼요。那我从中国过来的。그래도안돼요。这样我给你唱首歌，你就知道我是来干嘛。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막아주세요。哎，不是，哎，你讲道理好吧？不不不，就是我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陈岚，现在只能看运气喽。막아주세요。不好意思，这个我都来都来了，好吧？여기아무나못들어야다다무조건못들어오게하니까요。你好。你好，你会中文？你等一会儿，你是怎么来的？我是从中国过来的，然后我特别想来 SM 当艺人，然后今天我也是有备而准备了很多歌啊等等等等，我也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今天我想过来。但是因为我们公司不能随便进来。你先等一会儿，因为我跟他得解释。但是我来都来了。就중국에서온친구인데약간회사를구경하고싶다고오디션보고싶다고하는데요제가오디션딴곳으로보면되고여기는들어오시면안돼요제가중국어로설명을하고다시설명을 해주고안에잠깐데리고들어가가지고멀리서왔으니까설명을하고돌려보내도록하겠습니다
잘 제거하세요. 그러면 난 여기는 원래는 안 되는데 예. 원칙 안 되는데 좀 말씀하시니까 그러니까 예. 네. 감사합니다. 那请邵里面，本来是不行，因为但是他说，我也不可以说，因为你是从外地来了，所以。谢谢终于开始了。谢谢你把我带进来。其实你是从海外过来的，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来的。我非常想做一个艺人，而且我知道SM有一直的选拔的。 这个制度，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过来试一试？如果你要参与 SM 的选拔赛的话，得周六或者周日过来参加。但是他们估计听不懂汉语，所以你得先学习汉语才行的话。是，那你是哪个部门的？我是韩国 SM 公司，中国事业部里边，负责中国这个市场的。 金明旭，哇，你好，所以我今天应该是找对人了，你就在我去看看吧。那我先跟公司的人商量商量。没关系，随便什么地方，让我带我转转就可以了。我既然都来了，我先商量以后，带你去看一下吧，好吗？好的。哦，你好，你好，卓斌啊，他是这个韩国音响节目的主持人。啊。 你好，钟丽，你好，会说韩文啊？就这两句，好吧，很棒很棒。他是那个 Super Junior M 的成员钟丽，对，其实他也是以前这个主持专业的，所以可能你们俩在一起比较熟悉一点，因为我不是那么流利，我的汉语没那么流利。然后钟丽呢，因为公司的艺人可能。 周密会带你去，或者给你介绍 SM 的一些艺人，比如说 Super Junior 的成员啊。刚才转是转过了，但是都不一定看全。但是如果你能够带我去的话，就更好了。没有问题，因为小青哥交代了嘛，我要好好招待你。然后哪里还没看，我带你去看一下。啊，太好了。去看看现在。那，这边。 안녕 신 조민 누구 전화하고 있어? 中国的来的朋友，陈岚，对，好的，再见。陈师傅，你好，你刚才是在录音吗？对对对对对，刚现在我打电话。他中文真的很棒，是吗？谢谢你，他每天叫我。因为我很想来韩国做一个艺人，所以今天就误打误撞到 SM 公司，然后还看到了两位。是吗？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的。什么意思？明白明白。因为我知道你第一次进 SM 是被星探在校门口发现的。 처음에 캐스팅됐을 때 맞아 맞아 하그 옆에서 만나서 캐스팅 받은 거야. 네네네. 아메 딱가이 17岁的时候。那我很想知道怎么样能够特别容易的被星探发现。 아유 그 친구를 기다리고 있는데 친구를 기다리고 그냥 교복 입고 친구 기다리고 있는데 이게 물어보시더라고.똑같아.他说他就在，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但是你可以。 也不是你可以，因为我们俩基本上都是等朋友，他也是在学校门口穿着校服等朋友，就被星探发现了。我知道了，你肯定摆了特别的 pose 是不是？哎，아니야，아니야。哎，뭐야，아니야。而且所有歌迷都觉得，我们都觉得你是最会摆 pose 的一个。 pose 되게잘잡아。给我们摆点 pose 吧。pose를。여성분인데，그냥 pose는 그냥 편한 게 좋은 것 같아요。对。 他说动作要自然一点比较好，就是故意摆起来就没有那个感觉。大概应该怎么样比较好？你看他现在就好啊，就像那种哦，就这样，嗯，采样斯洛，给个奖。哦，这样是可以。这样星探会发现我吗？我发现，来来来，进去，我把我当星探。哎，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是因为睡得不够好吗？我，오늘 아침에 싱가포르에서 왔어요。 对，今天早上刚从新加坡回来。哦。 그리고 이렇게 잠을 못
어쩌고 계속 지금 돌아다니다가 녹음 끝난 거 같아요. 원래 이번에 메시오 씨, 아, 저 방송 좀 녹음. 다시워 메이원티, 메시. 사실 헌토 껌이 타면 덩 워먼 더 신주한지 껌 워먼 더 우타 所以人都是蛮辛苦的，辛苦了，你也辛苦。好，那我带他去逛一逛了。啊，嗯，那准备吧。OK，OK。啊哈，祝我一个美好的时光。希望。那我们一起加油看看，走吧。来，拜拜。 今天非常感谢兄弟，不客气，不客气，太客气了。另外，因为我是第一次来韩国，所以对韩国很多东西还不是很了解。如果说你可以带我去逛逛的话，那你想逛一逛韩国？是。这个我觉得我还是知道哪里好玩的，但如果你觉得我这个导游称职的话，没问题。当然称职了，太好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有导游了。那我们走吧。好啊。 아저씨, 안녕히 계세요. 어라? 슈퍼주니어 아닙니다. 陈岚与周密的韩国之旅开始了，还将有更多Super Junior成员即将登场，敬请期待。 大家好，我是인허。 大家好，我是슈퍼주니어队长魏正。 네, 안녕하세요, 최시원입니다. 매주 토요일 저녁 9시 한국 인상 많은 시청과 사랑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화이팅! 在下期的韩国印象中，陈岚还将进行一次从头到脚的大变身，并且探访 Super Junior 成员一生所经营的美食料理。下期的节目将会更加的精彩，所以朋友们，我们等待你们的关注，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下周韩国印象，周密将带着陈岚前往 SM 公司所属的商品店，在韩国艺人常去的服装店，周密又为陈岚淘到了怎样的个性服饰呢？来到一生开的店。 与他父母一起品尝改良后的韩国料理，在韩国艺人常去的美容室，他又会遇到哪位大牌呢？下周同一时间，韩国印象精彩继续。